然后哪一边？这样，这样可以吗？小心哦，它会松掉。这一只小心。没有这样过，有人会真的带烤箱，但这一种应该是比较方便。你这一根是不是快要快掉了？不是啊，可以带着汤阿爹来弄就好了。我们的那个扑克牌还没玩完呢。什么？还要继续吗？可以玩到谁看谁最赢？对，我们可以玩到看谁。我们来看看，那最赢有什么享受？最赢吃鸡腿。好，还不错哦。还有四只鸡腿，输的两个波鸡，然后剩下四个人吃鸡腿。四个人波鸡，四个人，因为有两只。四个人波鸡，然后两个人吃鸡腿。好，很刺激耶。所以最赢的只有两个。谁先？那就从剪刀石头布，小布。有人输了。你们两个，好，布，剪刀布，好，我先来啊。放桌上哈。哎呦，差一点，我以为我翻到两张。香蕉靠近了。是。谁？一个一个解开，一个一个解开。我在下面。对，因为我碰到他的时候，我滑过去。鸡腿。林博宏的皮肤太好了，碰到他就滑出去。来了。鸡腿，我好饿，我太想赢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太想吃那个烤鸡了，那烤鸡实在是太香了。但如果要帮大家剥鸡肉，我是非常乐意的啊。但毕竟你知道，鸡腿只有四只。天都黑了，哎，剥鸡的，看看鸡的状况。剥鸡的灯，不要提醒我这件事，我已经忘了什么。熟了，有穿得透吗？有。哇哇塞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哎，那个鸡翅有油吗？有油吗？一擦到，我比较在意油这件事。有。你那个有一点，叉子一伸出来，不要咽口水。我可以帮大家试毒，听到了，来来来，小心小心小心。所以是整个箱子哦，不是盘子这里，哎，还在低啊，好可惜哦。盘子可以来吗？等一下有煮白饭吧，因为这里鸡有超多的。这也成功啊！我跟你讲，我擦，这真的可以开店了。对对对对，但这一只可能要卖很多钱，因为时间太久太久，个人更不是你光是烧那个炭的事，前都半个小时了，超级功夫，这次超美。这个鸡汁洋葱一定超好吃的，真的，这个要剥鸡是吧？对，连哥我喜欢左腿哦，还有粉子，左撇子是不是？左边右边，秋姐看你的左大腿，冒烟冒成这样，左大腿，好，你先放着，先帮你扒起来，我先放这，哇，哇。右大腿，给林波。因为我老婆也是有吃的，然后讲她讲话一下就会在我旁边咽口水，所以你们在吞口水的声音我非常熟悉。我真的有吞，我被吓到。对啊，哦，能省则算神啊！谢谢你治愈我这美妙的一切。欧巴。